那是不是要那个小帽啊？他就要晒太阳，为什么要戴小帽？不会凉吧？嗯，不会，我刚刚看了外面没风，今天太阳可好了。你戴帽子干嘛呀？宝宝晒我可不晒哦。把那只黑不溜秋的。拜拜。上面那个卡贼是十二是吧？哦，那你720个你是实际数量吗？720个还是？那如果做的话，是不是要多做几十个呢？谁呀？谁呀？天哪，回来了！我回来了。那你高纸没拿回来？啥东西？大哥。哎呀，高我，你在哪呢？我找了，就找了两片。那就两片就是啊，就两片了。贴中间就行。嗯，贴中间，这长长的这样贴下来。横着贴啊。横着贴。现在是能低头，抬不起头来。不需要给他按一按吗？会不会好的快？不用不用，昨天用药膏处理的反倒更难受。几天了？昨天才前天呢。前天两天了。渴了，你出气的时候为啥不能带点水呢？嗯，没有带嘛，就是出气。你说你给上光晒太阳是吧？不给我带水，那渴死啊！大太阳真的得带水，渴死啊！你看，喝，再喝一口，快喝！40分钟来得及吗？40分钟来不了，来不及，最少得一个多小时。你要是漏汤下少下点。怎么是落汤啊？我就是说嘛，不是落汤多下几滴，是炖那个味道。我这里现在有4个，不过冰糕也出来了。有，好像咱们又要出去吃饭了。啊？这是谁请吃饭？还是昨天那一波？同一波人吗？啊。你想着这一觉睡时间长一点，那有一个小时没呀、啊？嗯怎么这么可爱呀、啊？带你出去玩好不好？阿天，嗯，带你出去玩哈，好不好？谁呀、啊？你不多睡一点，你晚上又要出去玩哦，好不好啊？啊，地中海，大老板。还没睡精神哈，没开机呢。姑妈妈，老乡老乡的了，你妈妈最爱你。妈妈还没吃饱呢。我扒开好多，我给她续个水吧，顺便给她洗个澡。我去续水，你再玩一会儿。她还在拉。难怪这臭脸呢。她这个拉厕所姿势可美了，淑女贵姿拉厕所。要洗澡这么高兴啊？又还得出去发货了。那你出去啥时候回来？反正我肯定赶在聚餐之前是吗？5点左右吧，5点左右应该能回来。可以，要不然等下我没有考试迟到。然后视频就交给你了。好，我来剪。你下午得好好睡一觉，知道了没有？好、哦，快跑快跑！妈妈来了，快跑！哇！晚上这次烤鸡让你们带走吧，让你们带过去给你们同学尝一尝，好的很，你看一博一包，看好的很。这孔里爪又太小了，香的很，这放不进去，这一口够了吗？快好了，快好了，现在是。你们抓紧吧，不然不要太晚去，是对的。你们带过去给他们尝一下。那你们没得吃。没事，不要紧，我们啥时候想再吃。嗯，把那鸡带过去给他们加个餐吧，让他尝尝看会不会咸呢？
一点点，不要这最最香的一只哦。干妈他们吃烧鸡，要不吃烤鸡配啤酒。他们愿意喝酒是吧？他们喝酒肯定，这肯定结配。拿过去让他逗一下嘛，过去看看。结配。你们该放开，我赶快，尽快，看到后面的你不能吃。等一下我给你买。哎，我们去买。啊。我给你去赚一些买。他没事，你看着我，我去买。买点水果。我给你买苹果，还吃什么？啊？买点圣女果。苹果，圣女果。苹果。火龙果。哎，都有啥水果我也不知道。水果不多着嘞，妈妈又不来抓你，你干嘛？我看，看一下，没有葡萄，葡萄啊。哦，对，葡萄一下。你刚这样聊一块。贵了就少买一点嘛。少买一点，少买。你说给我们少买一点，我们能吃多少？啊，关键不是天天都吃的，你都天天都要天天吃的没事是吧？买回来可是你们大人跟着抢着吃，你们吃的才厉害的啊。那我们就不吃呗，给甜甜吃呗，好不好？给你买去啊。好的，走，等我们回来，拜拜。去给大家建议，这不管，但是我又吃不了。然后，咚咚，吹弹可破，请。走你。都谁来了？是我。你说要带个菜呢？对啊，我带了个菜。烤鸡。带了个烤鸡。哎呀，你真算懂事，带个现成的。我爹烤的。好好的又是鲍鱼。又是鲍鱼，真的是，因为昨天夸好吃。赶紧坐好，坐好，要不然电视都没了。赶紧坐好，坐好，坐上去。你的爸爸把玩具拿出来，我也玩具哦。拿去。哇，谢谢姐姐。你看姐姐你玩一个，我一个，我一样。好傲娇。他有一个就行了。I'm sorry.